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我是妹，来自尼莱。我是在一年多前接触这个产品。在还没有接触这个产品之前，大家都知道，女人是不是爱美，是不是女人的天性？是。但是这一次我很不好彩，我也因为爱美，但是却害了我自己。我在一年多前吧，我就用了一个护肤产品。说这个护肤产品呢，我只是用了两个星期，但是两个星期哦，就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大家看我这个照片，你看那时候我的脸又干又黑又皱。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最无奈的时候，你们看这个照片，你们伤心吗？如果是你们这个照片是在你们的脸上，你们会伤心吗？真的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最无奈的时候，我生命中的贵人，我的朋友出现了，他就介绍这个雨珠喵和佛美。但是我跟在座的兄弟姐妹一样，我不相信，我觉得这个保健品真的可以让我的脸恢复吗？但是我听他讲的很有信心，很有自信，我就想要给我自己一个机会。人是不是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啊？是。但是我服用了这个产品之后，一个月我的脸改善了70%。我就是每一天我很勤劳哦。人家说没有懒惰的女人，如果你爱美的话，你一定要勤劳。说我每一天早晚我都服用雨珠喵和那个斯波鲁定，我就把那个雨珠喵敷在脸上，很像 mask 这样，每天哦15分钟，然后设定的时候是三粒，然后两个星期被打喊，因为要快快的爱美，因为刚才那个脸不可以进了，你看怎么做生意嘛。我是一个美发师，这样的脸怎样出去做生意？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出门了。人家说，哎，一度有没有逃给说啊？哟，是格拉曼要多尔啊！哎呦，听到那个时候啊，如果有动的话，你都很想钻进去。所以真的，我没有出街一个月，所以在服用了这个之后，我很有信心就出来，也因为这样子，让我从事了这一个绿茶绿行业。所以在这借大家掌声来感谢我生命中的贵人 Mr. 先生。然后在我还没有接触绿茶绿之前，再给大家看一个照片，就是两年多前的我还没有服用绿茶绿的时候，是一个蛮胖的。所以斯波鲁定不单只是可以给到我们健康，也可以让我们越吃越年轻，越吃越漂亮，越吃越漂亮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希望在座的兄弟姐妹，如果爱美的话，麻烦你们马上就是快快的服用，然后可以把这个产品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个朋友，如果他想青春常驻的话，这个就是还可以吧？可以。它不单止这个 Super 乳定不单止是可以让到我们漂亮，而且我也把这个产品，大家都很疼家人的，对吗？所以我也把我这个产品介绍了给我的阿姨，我的姨丈，说我的姨丈她本身也是有鼻子敏感，而且是长累积了是整二十多年，因为是遗传性的，服用这个她也改善了，然后也把这个产品介绍给我的舅舅。我的舅舅是因为身体嘛，人老的时候因为身体很多毒素都无法排出去出来，说他就是因为毒素累积太多，所以让他的那个黑色素太多，所以产生了那个老人斑。他的手全部都是，他的手我没有照片了，他的手全部都是黑黑的，一点一点黑，然后他的脸就很像我们的痣啊，痣啊，一粒一粒一粒，很粗。但是服用呢，他也是把这个那个雨珠喵水敷在脸上，大概是半年的时候，稍微这样子勾一下他的那个什么乌蝇席啊，很像那个老人斑就是这样子拖下来。其实是有照片的，就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来不及了，所以也改善了这一个。所以各位，如果我们不单只是可以把这个产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，也可以从事这一个行业，好吗？好。